贴着一件小女孩的大衣，裙式的大衣啊，收腰式的效果，恰到好处的腰线，非常非常适合小女孩。好，这款作品呢，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。你所看到小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，正是我们现在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。这两个是相同的，同一款服装。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这款作品的相关情况。它采用的是纯羊毛手工编织而成，而且是纯羊毛的粗线，毛线的直径2.5毫米，织针6号织针啊，把毛线捻开，里边用4小股组成的啊。如果大家想要跟我相同规格的毛线和工具啊，想织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啊，我会给大家建立一个群啊。这是一个编织大学群，就是以前的那个圈子呢，是一个付费的圈子，是有一定门槛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所有同学都可以加入，我们在里边分享编织资讯，抢先看啊设计的新款式，然后以及编织的一些交流啊，都可以在这群里边。好，但是这个群呢，我需要一段时间来筹备啊，因为有些其他的东西呢要给大家都跟上，比如一些毛线什么的要进货等等，所以啊还要等一段小时间，等完成之后我会通知大家。好了，大家已经了解了它的相关情况，那么总体毛线用多少呢？整件加起来你只需要用1斤3两不到就能够完成这件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的连衣裙式的大衣。好，那么它是怎样编织的呢？很简单，从下向上往返织成的，它有着迷人的收腰效果啊。一会儿我给大家讲我们每一个细节啊，都是非常非常体现出一件衣服精致的一个小的小小的一个特点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的听每一个讲解啊，只要到了这个细节的地方我一定会公布它。这些细节也是支撑你完成一件精致的衣服，而不是一件看上去很 low 的衣服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的地方只有经验和完成了一件衣服之后你才能够总结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正式和大家一起啊来说它是怎样织的。首先来说起针，总的针数我们加起来一共起了多少？180针，在底边这啊。这180针我们是往返向上织的，用的是6号针啊，6号针来编织的它。那么这180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？同学们注意截图，星星针。我之前讲过啊，星星针呢它有着很好的表现力，编织的效果异常平展挺阔，适合于外穿的衣服，而且它颗粒感很强啊，总体效果极其细腻啊，推荐给大家用这个花纹啊。好，180针我们就往返向上织这个大片，一直向上织，你看一直向上织，织到哪儿呢？织到这儿，多简单呀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复杂的环节，只是织一个大片你还不会吗？好，向上织多高？35厘米啊。我们先给大家，我们事后吧，完成之后呢为大家公布这件衣服的各个位置的尺寸吧，就是衣长、袖长、胸围、肩宽等等啊，方便于大家在给自己的孩子织的时候掌握一下，因为孩子身高各不相同嘛。好，织够35厘米之后，注意我们要将总针数这180针给它减针，然后按照排花来织正身的部分。那么我们要将总针数减至多少呢？减至128针，在这一行一次性的给它减去。注意窍门来了，注意啊，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一个双排扣的设计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一块是它的重叠的门襟的部分啊，仔细看是重叠的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这个位置是不能碰的，减针不要从，你看我的手从下向上啊，这一部分的针数，你开始的这一部分啊不要碰，理解了吗？也就是说这儿至少有20针，你不要给它在这个位置加针，包括你的底边这一片
边沿的这20针不要加针，为什么？如果你加了针的话，这位置就有变化，你这就不平展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因为这一部分的门襟看是从底下向上一直贯通到领边的，注意保持住这边的花纹，不要让它有任何的加针或者减针，并且保持边沿的整齐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么我们这128针，从180到128，中间有52针的数量突然减少了，要给它放在哪儿减呢？同学们注意啊，看一下后背，看后背是这样的啊，跟前面差不多啊，也是有花纹的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位置啊，大概20多针，你就选22针吧，别碰它。然后在中间的位置，你不是一共少了52针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其他的位置啊，从这儿一直到后边这儿，你给它分成4段，理解了吗？4段啊，也就是说128针刨出开始和结束的这20多针，中间部分分成4部分，每一部分里边你给它减去12针，哈哈，这样正好52针吧？哎，是12针吗？52针，52除以4，14针啊，13针，每一部分减13针啊，大家用52除以4就可以了，得出来的数字，52除以4，12，对，正好是13针，也就是说你分了4部分，每一部分均匀的减13针就可以了，理解了吗？这方法是最巧妙的。好，减完了针数了，这128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？同学们准备截图，正身排花几个字看到了吗？我左手拇指点的这个地方啊。好，同学们把这张图截下来。好，你会发现它是有什么呀，这边有17针的星星针，然后这儿呢2针反针，然后呢4针的铜钱花，然后连着是什么？连着是8针的8字麻花针啊，然后又4针的铜钱花，看到了吗？又4针的铜钱花，注意到这个位置为止是你的左，是你的前片的针数，就是4针铜钱花完了之后啊，往这边再来一点啊，是有7针反针的，看7针反针，最后分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最后分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7针反针是区分前后片的一个中间线，理解了吗？再给大家把这个位置啊弄得清晰一点，同学们看。看到了吗？啊，这个位置啊，拥有7针的反针，7针反针是正中间的1针，左右各3针，分别给前片和后片的。到分针的时候要注意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按照这样的排花，注意看啊，我们要怎样？要给它往反向上织。这里边涉及到的花纹，一一的给大家提供截图啊。看，里面有什么？这个花纹啊。铜钱花纹，4针一组的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样的啊，怎么是菱形针呢？8字麻花针啊。好，剩下就是星星针。好了，后背的花纹啊，你也已经看到了，是由9针的菱形针组成的啊，就是刚刚你截的这个花纹，9针的菱形针。这个8字麻花中间应该2针反针啊。提醒所有同学注意，中间应该有2针反针啊，2针反针。好，大家已经知道了花纹的排列，也已经知道在哪儿加针。你看，笼统的一说啊，在哪儿减针啊？笼统的一说减针，那么你不知道在哪儿减，整件衣服效果就不好看了，这儿鼓着，或者是瘪着，对不对？好，窍门你掌握了，然后我们保持128针，往返向上按花纹编织。织多高呢？注意啊，整个的这一片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多少厘米？10厘米就好啊，我看看是不是10厘米，对，没错。向上我们往返给它织了10厘米的这个花纹，看织了10厘米之后，我们就迎来了什么？迎来了前后片的分针了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左右各有7针的什么呀？
七针的反针，这反针是作为分前后片的一个介啊。七针里边怎么说啊？后背留三反，前边呢？前面给它留多少？留啊，后边留4针反针，前面留3针反针啊。注意，哈哈，注意啊，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分。好，分完了之后我们要怎样？就要给它剪腋下的针数了。怎么剪？我们直接在腋下给它剪4针。啊，剪两针啊，剪两针，左右腋下前片各剪两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为什么剪两针？前片本身分了3针反针的，为什么剪两针呀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有一针是作为做缝，一会儿要缝合用的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好，所谓前片各剪了两针，那么后背片呢？我们看啊，后背片实际上也是给它剪了针了，剪了几针啊？剪了3针。同学们要记住啊，七针反针，我们从正中间给它剪去5针，理解了吗？这5针包括前边的2针啊，也就是说左右各留一针反针作为做缝，中间的5针一下子都给它剪去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都是这样的啊。然后怎样，将剩下的针直着向上织就好了，不用再剪腋下了，不用循序渐进那样剪，因为这是给小孩子穿的，知道了吧？好。我们往返分别将三部分向上织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是先织的后背片的部分啊。我们将后背片往返向上织，一直织多高呢？当总的高度达到15厘米的时候，总的高度啊，从腋下第一次剪针的位置算起，向上达到15厘米之后。后背片儿，我们就要给它留1米的长线，然后给它剪断，等待着前片完成，理解了吧？好，然后我们来说前片啊，前片腋下的剪针已经说好了啊，是剪多少？实际上就是把那七针里边的两头各留一针反针，中间的5针都给它一次性剪去，5针包括前片和后片腋下的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然后我们的前片啊，剩下的针直着向上织就好了，一直直着向上织，织多高呢？整个的。前片儿啊，我们需要向上给它一共织，从腋下分针的位置算起啊，一共给它织了，距后脖子，一共向上织了5厘米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共织了5厘米，从哪儿算的啊？从腋下的位置算起，看，从腋下的位置算起啊，横向着向上，一共织了5厘米，理解了吗？啊。织完这5厘米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取中间的门襟的这18针啊，门襟这18针，给它怎样平留？尽管我写的是剪18针，但是你真的不要剪啊！我们是给它留，是停针了。这18针，包括这一侧啊，两边都是18针，给它平的留的，理解了吗？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将两侧分别是向上织的啊。但是有减针，两边是有减针的啊。我们怎样减的呢？我们需要每6行减一针，一共减3次。你看，你这位的针数已经平留了，这18针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小角这儿，我们进行减针啊，在这儿，每6行减一针，一共减3次啊。这边一样，这边一样。好，向上织，减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将剩下的针啊。继续往返向上织，一直达到跟后背片儿一样的高度，达到总厘米高度啊，15厘米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怎样？前后尖头织缝上啊。实际上，这时候你的前后尖头非常明显，这花纹能够对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的排花是有科学依据的啊，因为已经把排花给大家都算计好了。别的花纹都剪去，只剩下这两组排花，剩下它们之间是两组前后片的花纹相对着的，就缝合上了啊。从内部缝，织缝啊，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将它的整个领口的位置要进行针数的挑织，进行领子的编织了啊。注意，之前不是让大家在领口的位置、前后片这个啊、左右片的这个门襟的位置各留了18针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各取18针平留了。好，这你整个领子就已经有了36针了。再说啊，由于前后尖头缝合之后，这个位置剩下的针，
也要参与到领子的编织，再加上谁就是你的挑针了啊。从哪儿挑的？注意看，从你剪针，领子剪针的这位置啊，这位置一直挑，包括你直的向上织这部分也挑，所有都加起来，你的总的针数全都挑出来。然后看它的针数啊，我们给它调整至101针，101针啊，然后给它织什么呢？织星星针，跟正身一样的花纹啊，织星星针，注意一定要衔接住我们的门襟的这个花纹，注意了吗？啊，要根据门襟的花纹的变化，正反正反正反，包括另外一侧门襟的花纹的变化，理解了吗？啊，要让它啊是一个相同的状态啊，一直我说过它是贯穿上来的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101针我们织的是星星针，向上往返一共给它织5厘米，织5厘米高啊！我这个卡还扔掉了，啊，在这儿。好，向上一共织5厘米高啊！那这一部分啊，高度织5厘米。好，达到5厘米之后，我们给它收一个，看，原款收的是一个小平边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在编织单螺纹的时候特别适合收机器边啊，但是如果我们要织这个织这种花纹啊，比如说桂花针，比如说是星星针啊，你要收机器边的话边沿就很乱，所以索性你可以给它松一点，收一个平边更整齐漂亮，理解了吗？好，完成之后你的整体部分就已经搞定了。那么有同学说，哎呀没织扣眼，没关系，我们看啊，你去找6个纽扣，然后将6个纽扣扣在钉在底下，然后将它对应的位置，注意啊，看这个纽扣对应的这个位置对不对，直接拿出一根钩针来，把对应位置的这一根线使劲往上挑，挑以后自然就出现一个孔洞啊，然后直接和这个孔洞扣上了，没有必要织扣眼啊。好，这样主体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将进入袖子的编织啊，同学们看啊，袖子的编织边沿实际上是有一圈啊，有一溜小球球的啊，有点太多了，小球球，同学们你们织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图解来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设计好稿子之后，然后指导着工人织，当时也都看着都说明白了，但是织的时候他肯定有些地方啊他没按照你那个来，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啊得到了一个很好看的效果那是最好，如果没有得到的话那就很遗憾了，所以这点提醒同学们啊，织的时候球球不要太密集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花纹是怎样织的啊，大家先把图截一下，你已经看到了我们是每8行才织一个球球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就太近了啊，我给数数几行，这是每4行就织一个了，就相当于每个球球是隔一个少一个，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你都织在一起了，形成一个连着了，没有这样一个凹凸有致的效果了，所以同学们织的时候啊要按照图解来啊。好，我们来说袖子，袖子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多少针呢？29针，整个袖子我们给它起29针啊，然后就织这个花纹叫星星球球针，你刚刚截图的那个，理解了吗？但是一定要给它往返织，别环形织啊，如果环形织的话你这个位置就有一个断层，环形织的话你起始的位置会有一个断层，如果你放在这个位置的那个断层就会不好看，所以这种花纹大量出现的时候整体都是这一个花纹，那么一定要给它改成往返织，最后再缝合是最好的状态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么这29针我们往返向上编织啊，大家已经截了图知道它是怎么织的了啊，星星球球针。好，向上往返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在29针的两侧隔啊每8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6次，总针数增加了12针才对啊。好，当你的整个袖长已经来到了30厘米的时候，达到30厘米之后呢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将整个的袖子的部分在腋下的位置做一个减针，怎么减？在你加针的这个位置啊，
侧边也是侧边这儿减三针，这边也减三针，理解了吗？好，实际上怎么样啊？在两侧各减三针，一会儿你的袖子还要缝合的，注意缝的时候减三针的这个位置别碰啊，你只在你刚刚我说减三针之前这个位置缝合两个部分啊，使它形成袖筒。但是可千万别把这个我各减三针这个位置啊，你给缝上一起了，那就不对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在减完三针之后，在你袖片的两侧啊，在两侧隔一行减一针，一共减11次，两边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刚刚已经小讲了一下，就是说你的这个位置要缝合好，注意。不要碰平减三针的位置，只在你的这个袖片的这个隔几行啊，隔8行加1次针加6次的这个范围之内，相互之间缝合，别放向上缝多了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袖筒缝好了，另外一个袖筒也按照这个方法来，将两个袖筒都缝合好以后，就可以和正身整齐的缝合在一起了。最后，你就形成了一件非常漂亮的、具有收腰效果的小女孩的连衣裙式的大衣。复杂吗？不复杂，只要认真听，一定能够完成。如果有听到这儿的同学，那我一定要给你点一个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执行力超强、非常爱学习的学生。好了，感谢各位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啊。这款作品答应给大家，要把它的尺寸向大家公布一下啊。我们首先来说它最细的位置的胸围是多少呢？52厘米，52厘米啊，因为它有弹性的啊。然后衣长就从这儿到肩头的长度啊，我说的是一个大致啊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误差，和之前给过你编织时候的可能会略有不同，没关系啊，大家要理解这种误差，25厘米。然后是哪儿？整个裙摆的长度啊。裙摆的长度36厘米，36厘米，袖子的长度41厘米，肩膀宽度25厘米。提供给大家这些数字，是为了让大家在编织的过程当中，依照自己孩子的身形来做出调整啊，可千万别说，哎呀，你这件衣服是几岁孩子穿的？我们是按孩子身高来啊，不按他的年龄来啊。再看一下他的什么呀？他的大衣的下摆的维度啊，将近1米了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大家根据这些数字，如果不会掌握的话，立刻翻看自己孩子的衣服，对不对啊？看看你孩子穿着最合身的那件衣服。它的尺寸是多少？按照那衣服来织，别量孩子，别按孩子身高来，那样比量孩子身高要更精准，理解了吗？好了，感谢各位。